来了来了，峰哥，哦，前锋，我真的现在相信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了，前锋咽起来真没女人什么事儿，对不对？因为女人都逃跑了。哎呦，哎，又有火龙果，哇！哎，真的能吃。老师，哎，那老师是很有创意的。你是在演一个段子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在。眼油来刷睫毛，等皮鞋上刮一点下来。这个可以有，这个可以有。我们万能导演现在就给你搞做鞋油，可以有。我再一次长在了一博的笑点上。你跟秦东换个位置吧。好嘞。来，峰哥，你站在一博旁边。不是，正好是这一面对着一对。算了算了，我去卸了，我去卸。这边。